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护国神山珊珊老师。今天大家可能在路上看到很多台运钞车开过来开过去，大家想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打听一下，原来是珊珊家族在开运钞车。你答对了。今天我在获利落袋，你在追股票。我想人富不富有，有没有钱，一线之隔。今天追宏达电，再来跟我自首名牌，再来追威盛名牌，再来追建达名牌，再来追位数，杀一波杀两波啊， PCB 起来了啊，再买一条线，然后杀尾盘。对，昨天前天我特别跟大家讲，我真的没有名牌，我都直接听牌。今天我们一大早就开始卖股票，但是卖股票的同时，我们是满满的现金，满满的获利。一台运钞车，两台运钞车开开开。同时今天我进了一档股票爆冲，为什么会这样，稍后我告诉你。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讲到这个行情你要如何的把握。首先，哎呦，往下抖一抖，往下再往上。我昨天说什么，先来看一下。昨天2月2号，我说大盘走到这个位置，一个缺口，两个缺口，三个缺口，四个缺口，五个多方缺口来到这里了。那么这个形态组合本间 K 线判读为猛爆喷出，而猛爆喷出的走势，我也跟大家宣告，这种走势在攻顶，大行情出现了，而且中继在涨，将走喷出段。今天很显然的是低盘开出，那么低盘开出，我说必须守关键，很容易震荡再走间，反之区间盘整。事情发生了，今天先杀，抖一抖，再拉15550，在这个位置，从这边翻过去就没有回来了。15550，在这个位置翻过去，翻过去10:30没有回来，这边刷一下，立马再翻。中场涨了7点，收15602。首先祝大家元宵节快乐。15602发生了什么事？稍后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。但是很显然的，今天又以最高点做收。我说收盘，收盘价，今天单一 K 线叫做大红十字 K， 那么量2372亿。很多人想元宵要变盘，哎呦哎呦，早上看到这样子金酸哦。我说你酸的都起啦，你们要金酸，可是呢你就喜欢买这个哇、哦、追没有了，追没有了，然后呢再去追啊，又没有了啊。结果大盘是拉尾盘，你们看，昨天我讲过跳空上开的大阳线涨了175点，收15595，而且当天站上1550。什么叫做1550？1550再五再五，1550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么大盘走这个格局形态跟你讲很清楚，就是这样。那今天呢他后来守了正了再反拉，所以哎、欸、老师你刚才有讲说今天是收最高，哎、欸、对啊，这个波段上来今天收盘最高15602。15602，我刚才要跟大家讲一个秘密，就是这里昨天的最高点叫做15602，今天的收盘价15602。很多人不会注意这个，但是本间 K 线非常在乎形态组合，所以今天的形态很特别，明亮星出来了，这里有一颗亮亮的明亮星。而这种走势，昨天的高点等于今天的收盘价，这叫做一种变化型的平切形态。
而变化型的平切形态，直接给你一个字，还有一个趋势，后续行情走单边，单边，单边，讲三遍，单边这样还是这样，听下去。形态明亮新线型，关键价还是周一给各位15550，今天大盘在攻顶，奇迹真的来了。中继在涨，昨天跟各位说中继在涨走喷出段，今天中继在涨直接在告诉你一波到顶。注意了，下周续守关键，行情再喷外太空，三日之内缺口不要补，放量猛爆直接喷出去了。我讲完了，答案都在里面，怎么喷再看一遍，缺口不补，放量猛爆，直接喷出去了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很多人说，本间 K 线的关键价真的非常的关键呐。希望大家好好利用这次的机会呢，能够真的把握兔子跳上去的行情。当然，很多人还关心，老师，你今天说开运造车到底卖什么？不要急嘛，来来来，这一档一大早运造车开出来了，偷偷告诉大家。这把真的赚爆了，这把真的赚很多，我稍后算给你看。为什么我之前叫你们买你们都不要买，结果呢我在卖的时候你们去追宏达电、位数啊，对啊，我知道元宇宙，可是今天呢追到的可能元宵节可能有些难过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时候想一下，这张股票明讲暗讲左讲右讲通通都在讲，有来拿资料也跟你讲，我大脚也跟着我。今天在这里，我卖了一半持股市价，因为这档股票今天在喷高，后来翻黑，立马用市价卖了一半。为什么呢？昨天这样，啊，今天就这样，不能一日英雄。本间 K 线操作就是快很准，来无影去无踪，所以要把握三三这种合大胆合快手的做法。昨天我问大家，有满意吗？尤其我的大咖的会员非常的满意，哦，昨天18哎，好，那么今天呢？昨天18之后呢，发现哟，哇，直接猛爆，很多人看到猛爆才要去追。我说你不要排队排那么辛苦嘛，为什么不早买呢？这里跟你说要买，然后新春开红盘一定要非买不可，你就都不要买，结果喷到这边才问我说啊，老师啊，我排队排得很辛苦哎，哦，有买到的跟我说，老师我排队买到了，干嘛那么辛苦？为什么这里不买？这里不买，结果今天，哎，啊，怎么没有了？对啊，啊，今天我就一大早等等了，车子早就开出来了，卖了一半。今天这根线很简单，高档浪高线，在高高的位置有一个浪打过来了，那会怎么样？就是形成今天这样，哇，这须须好长哦。对，哎，今天量很多，对，高档浪高线。注意了，下周需要再创高，并且要收红，否则很容易收黑下跌。老师，你今天卖了一半嘞，那你们全部都还在怎么办？我老神在在啊，所以注意了，所有的大脚，三三下周的动作是什么？全部卖掉，还是再买回？因为这个形态在高点，注意了这两句话。此次从这边到这边，各位看一下，746到871，125。从新春开红盘到了今天682到871，109。我刚才说要算给大家看了，很简单嘛，你去算一下，几百万的十张，跟我的人没有买那个什么一张两张的十张、二十张。如果告诉你100张，你不会相信，所以我告诉你十张，十张。109就好，我们抓10万，100万啊，这边嘞120万，那100张的自己乘以10啊，所以我说啊，我算给你们看，这把很多对不对？我算给你看，有没有这么多？所以今天不用再问了，街上运钞车都是三三家族开的，所以我说我叫护国神山。我到底还卖什么呢？这个也很大把，亲爱的，这个联咏。出一半持股，开心过元宵。怎么过呢？
每天涨，我家风水好；每天涨，没货的要补；每天涨，每天涨。一月三十一再涨一遍，此波高点已经涨了36块多，大脚挤爆三三家。2月1号，两条线给你，不动就不动，一动绝对很惊人。主力在吃货，不会告诉你，三三一定天天告诉你。2月2号，嘘，一夜之间，昨天又涨了，又多了7.5万，十张就好。结果今天发生什么事？我昨天有讲过，这里的高点今天差一块没有过，所以收钱过元宵。我的会员跟我说，老师，我们赚了这么多钱怎么办？我叫他们去吃大餐。小 case， 开胃前菜来哦，龙虾、鲍鱼、干贝、和牛、生蚝、红酒，哎，这只是我会员的小点心而已，前菜而已。三三家族一张眼就有钱，这你们看到了吧？对不对？从这家这边轻轻松松10张，哇，35万5，哎，我们赚35万就好了，100张350万就好了，另外5万拿去随便你要做什么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跟我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在这边要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当你们今天在追这些股票，哎呦，人家都说我名牌，三三一直跟你说我没有名牌，哎，你就不听啊，哦，追这个，啊，从楼上掉楼下，哎，我今天是在卖这个，哇，啊，赚了好大一把哦。到底三三还把什么股票装到运钞车里面？今天广告马上回来。轮源投顾和分析师精研本间 K 线88种形态，透析阴阳 K 线的奥秘，为投资朋友掌握多空趋势转折，创造人生财富。咨询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人生如股市，变化莫测，时高时低；股市如人生，乐极生悲，否极泰来。唯有客观分析，精准研判，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。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，创造人生财富。轮源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欢迎再度回到现场，所以市场上会叫我何大胆何快手。我做股票呢，已经跟大家讲过，本间 K 线在乎任何一次的关键点位，单一 K 线每个人都会看，但是形态组合未必你组得出来。今天应该很多人不晓得该怎么做，一定是挤到名牌股。名牌股大家都知道了，有什么意思？你再去追，今天全部踢到铁板。我一大早车子开出来，一档一档的，很优雅的收钱了，亲爱的。哇，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讲了，郁金光卖一半，获利落袋。今天我会怎么做？答案出来了，郁金光全数获利落袋，因为380没站稳，运钞车开出来。本间 K 线就是这样做股票的。来，昨天波段杆380。我说这张股票昨天我为什么要卖，我解释给各位听过了，每天涨，每天涨，每天涨，没有回头。1月31涨到这个点位没人喜欢，但是我说大脚在吃货，已经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。昨天2月2号我说啊，另外一半我会怎么做，因为380，我第一个目标达成，对不对？2月2号，结果卖了一半。昨天45万，哇，10张，马上45万。那今天答案揭晓，原因很简单，你越过没手，立马发市价单，全部倒光。倒光的时候，各位发现2天收这种线呢？哎，怎么会2天收这种线呢？这种线很奇怪哦，对。因为这种线呢，它黑黑小小只的，在做什么？请看，来，先照那边，你看哦，有没有两根呢？一根是十字，一根是黑色的，哦，哦，哦，2天收这种线，何快手2天倒光了，来无影去无踪，
335到现在两天跑光了，10张45万，100张450万。从先前的 YouTube 节目一直接到现在，还有 News 98的广播一直看到现在，听到现在，是不是连续？我一直邀请你们来买这种股票，我说要选镜头，二哥玉金光。昨天380，我的目标第一个打正，今天有突破，但是没守，立马发试价单，全部倒光了。这又是我今天的战果。再来看一看，今天何大胆、何快手到底要卖什么股票？这一档啊，暂时赚饱了。暂时的哦，说话很诚实哦。开红盘1月30日，我已经卖一半了。那天的节目在 YouTube 我都有讲，今天一大早运钞车开出来，直接把钱载走了。老师，你怎么那么快啊？对啊，我在前没人知道，我买卖没人知道，这要来无影去无踪，所以我都试驾来试驾去。啊，怎么急杀一波啊？不要怪我啦，啊，你就没有我的讯息，我也没办法。1月30日啊，天上掉下来礼物，先出了一半啊。新春开红盘第一天，很多人都知道，珊珊已经在节目中讲过，我很多股票都卖一半一半了。你们在追，我在卖，因为我有爆股过年。今天跑得清洁亮亮的，哎呦，口袋好胖哦！109.5到120.5，11块，从这边到这边。那这么一点小钱，我就不跟你算绩效了，因为11块嘛，对不对？一张就算10000块，那10张10万，比不过刚才那个几百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我珊珊家族多幸福。这个长期收看我的节目，我已经跟你们讲了一个碗，对不对？那一个碗它挡到这边有一个特殊的形态，所以我必须先把它拔挡。那接下来呢，这档股票啊，我怎么那么多股票都赚钱？真的，我是有买有卖有买有卖。这一档呢，很多人说它是不是装沙子的？你说呢？台积电上游的再生晶圆，今天跟大家昭告全数获利落袋121，我今天刚好就卖在121，所以这档全跑光了。一条线，一条线有很多种，今天就要弱势一条线。之前跟各位说还有一个 W 底形态，的确没错 ，W 形态这边叫做连续多星，我顺便教大家技术分析。今天为什么我还要卖？原因是这边连续多星上面，这边开始出现没有量，再开始出现了黑 K 比较大的，所以这种是比较弱势的格局。所以我直接跟各位说，虽为 W 底，一直价格在涨，但是这一段通通收黑 K， 有没有？一格比一个高，一格比一个高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决定全数卖掉，等关键价来我再买。粉丝们来预约哦，什么时候关键价来预约？其实这样也不多啦，114到121，7块而已，10张7万。那请大家笑纳一下，7万，希望可能是不想要吃什么特殊元宵啦，吃鲍鱼龙虾什么都可以，只要大家开心就好。那当然说一句话，最简单的就是有钱最老大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又赚到钱嘞，很羡慕啊。现在呢，我要跟大家讲一档股票。昨天我说过，这个护国神山呢、啊，这护国神山呢，今天2块52。老师，它543为什么没有办法过去？就只有52呢？很多人说你上这个节目就说你台积电有买到370这附近，我拿扣讯单就这样子简简单单的，那是真的啊。这会员收到时间。会员收到讯息就这样子嘛，有没有？这一天台积电空单试价回补，反手进多单，对不对？10月24日在这里嘛。这一段我一直经营有买有卖，但是终究我还是一直抱着嘛，有买有卖有买有卖有买嘛。这一天509啊，天上掉下来礼物，来哪一天啊？哎呦，1月13日，就这样子啊。所以我跟大家证明，要证明这件事啊，不要说老师啊，台积电涨500多你都有，过去观众都知道我有。然后这个呢，543对不对？这一天啊，猛爆543，31日哦，大阴线。我跟你讲很关键，手中没货的请赶快买关键点。2月1日，黑运黑，顺便技术教学，量缩的好，只要再过前一日的高点，将再创高。黑黑的，你们都要说它崩吗？来，哎啊，昨天怎么跑到这里542？那这一块呢，一样随后加倍奉还，台积电。
前面那一段139，后面这一段172。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要赚到哪里？下面这张看仔细，543、542，这里是精华。本间 K 线在乎形态学，这里是精华。哎，这么大的柱子的人没出去哦。黑色的量缩，红色马上补量啊！今天是因为应元宵节，好，52。告诉一个小秘密，连续星下周补量必创高。本间 K 线里面有连续星、连续多星，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动就不动，一动必定很惊人。所以这句话，下周补量必创高。这个时候很多人说，老师你讲那个台积电才有够准的。对啊，台积电股本那么大，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影响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的节目才要看才要听，顺便可以学里面的形态学。这时候呢，这一档打开，你头晕了没啦？一下上，一下下，哎呦，又平了，又下，又上。你干嘛跟着这股票这样子？你就来找我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昨天9块你要吗？1月1号15块啊，你要吗？大商机来，钱财就来了。1月30才这边，你要吗？2月1号，我再问你们一遍，天天问你们看得懂吗？这什么形态？我们的大脚探个病鬼啊！这个什么什么商机，自己到赖的首页去看一下。2月2号，昨天放大一点，这什么？我说大家来填充，什么底 A 头什么底 B 小什么型，自己填啊。如果填好来告诉我，昨天真的有人全部讲对哦，但是有人只讲对一半而已。B 很多人都错，很多人知道 A 是什么 ，B 一般都错。那昨天都有发礼物了啊，所以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我的礼物都发完了。哦，因为之前要给你们的什么什么这么直接听牌的、啊、什么的都发完了，所以以后动作要快一点。那你现在还写得出来的，一样告诉我好不好？连续多多星，多金，今天放大，大脚押宝，大脚押宝，答案填好了没有 ？A 跟 B 下周公开，有兴趣的继续来填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让大家想一件事情。因为大家看这边看很久了，老师，你说我们去追宏达电不对啊，马上倒退溜了。你到底买什么？你说说看，来，一早全收了，哇，大脚都来我家，啊，大脚我们不去你家，停在这里。你早上跟我买这个多好，啊，你一样的钱去追这个，啊，你一样的钱去追这个，你一样的钱去追这个，你一样的钱去追这个，啊，不如我卖那么多股票，我拿一点点的钱就好了，买这个全收了。现买现赚，哎，大脚都来我家，你去哪里？大脚都来我家，因为我家风水好。这个、啊、叫做一个多浪大底，和快手一出手，量价齐扬。下周买点在哪边？请提早来预约。我想今天讲了郁金光怎么操作，联咏怎么操作，并且告诉你们台积电的秘密，金星科怎么做。接下来注意一件事情。珊珊老师已经跟大家讲了，市场上那么多名牌，你听到最后就变成另外一个名牌，倒不如像我这样子直接听牌。你要中要发要白，通通都可以，但是我要大家长长久久。所以今天利用这个机会，赶快把握，只收一个月，保证到年底服务哦。错过这一次，你只好再等一年。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护国神山。一起来捍卫你的财富，一起来赚大钱。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赚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